各位，今时今日咧，你仲可以自由咁上网，但系而家有，唔代表永远都有。虚拟私人网络 VPN 咧，系今日上网嘅必备工具嚟噶。嗱，介绍翻我用开嘅 NordVPN 啦，吓佢可以保护你嘅私隐咧，隐藏你嘅身份。NordVPN 喺全世界咧60个国家，总共有5400个 service 伺服器，冇人可以追踪到你喺边度上网。亦都唔会影响你上网嘅速度。一个户口咧，全家大细可以6个设备一齐使用嘅。嗱，用底下呢个网址，关键词系 SAMNGX， 你就可以攞到好大嘅折扣。订购2年，最平咧系港币32蚊一个月，仲有一个月免费添。30日内唔满意嘅咧，可以全数退款嘅。向你推荐，几好用噶。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就呢个超强嘅台风啊，苏拉咧，就令到香港挂10号风球啦。咁我就唔喺香港，我就感受唔到嗰个风有几犀利。不过喺网上面睇咗好多片段咧，啊，都几恐怖啊！咁有啲就好似形容咧，就好似海啸咁犀利啦，咁样。咁而家台风咧就已经减弱啦，啊，开始远离香港啦。咁我录咗条片嗰度时候咧，就睇到呢个情况，咁我觉得都会安心少少，不過咧就個破壞咁有幾強咧，我諗要等即係聽日天光咧，然後先知得到啦。好啦，咁就我都喺呢個旅程嘅途中啦，咁就亦都睇到啲新聞咧，想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同埋分析一下嘅咁樣。就嗱，大家知道咧，就最近喺英國發生嗰單嘢咧，都幾荒謬，我認為嚇，就係講呢個大英博物館監守自盜啊！唔見咗2000件文物啊！咁就喺英國咧都引起相當大嘅譁然，咁而且咧就有個職員就被呢個辭退啦，就而且咧就一個博物館嘅館長咧都因此咧引咎下台啊！咁啊，當然喺英國就要查啦。咁中間發生啲咩事啊？有咩嘢文物係唔見咗啊？咁樣點解會唔見啦？中間出咗啲咩漏洞啊？咁樣。咁但係咧就呢個大英博物館閉門失竊事件咧，就引起中國呢個網民一個相當大嘅反應啊。原因就係大英博物館裏邊咧，就早前我記得咧就係你知中國好多中國人係去英國㗎啦。咁就我記得有一段片咧，就係講話一個網民咧去呢個大英博物館嗰度參觀啊，一個中國女子啊，佢睇到被掠奪嘅中國文物啊，淚流不止。咁然後就話啦，佢哋都好想翻屋企嘅，哦咁樣。咁而家啊，你仲唔見咗2000件？咁裏邊有幾多係中國嘅文物咧？咁啊，中國嘅網民、中國嘅呢個輿論咧，都有啲反應啦。咁樣咁啊，《環球時報》啊，喺西方世界裏邊咧，形容咧就係《人民日報》底下嘅一個小報啊，一個小報嚟嘅，發表社論就要求咧英國無償啊返還博物館裏面的中國文物。環球時報就說大英博物館是全球最大的裝物接收者，並聲稱就是會聲援全球其他國家提出同樣的要求。也發表了一個漫畫，就讥諷大英博物館就是賊喊捉賊。在這個社論發表的時候呢，就啱啱好咧，就英國嘅外交大臣啊，祁湛明咧就係訪華嘅時候，咁啊就係不遲也不早啊，係咪想利用呢個機會咧，就直接向阿祁湛明講要提出呢個返還啊，呢個中國文物嗰個要求咧，咁樣嚇。咁啊，咁樣究竟係中間發生咗咩事？咁大家知道啦，即係大英博物館裏邊嘅文物，唔單止係中國文物嘅。世界上好多其他國家嘅文物咧，都即係講得唔好聽，真係搶翻嚟啊！佢去即係唔同嘅國家去攻陷佢哋又好，點都好啦，咁樣好用盡好多方法咧，就將啲文物咧就係拎翻去自己個國家裏邊，咁然後咧就係好多時都會譬如話你賣出嚟又好，捐出嚟又好，咁政府就揾個博物館幫你收藏好佢。咁啊喺英國嘅唔少博物館，特別係大英博物館咧，係好多呢啲用中國人嘅講法係裝物嚟嘅，呢個就確確實係裝物嚟嘅。咁亦都唔止啊，中國係要求啊呢啲還翻呢啲文物嘅，
仲有其他國家，我依家詳細講啦嚇。即係譬如非洲嗰啲國家都係啦咁。嗱呢邊社論咧，環球時報嘅呢邊評論咧就中英文版都有嘅。佢就話作為一個中國媒體，我哋係正式向大英博物館提出要求，請把所有通過非正式正當渠道獲取嘅中國文物無償咁樣歸還俾中國嚇。唔好再採取抵觸、拖延同埋敷衍嘅態度啦。首先咧要向全世界做出歸還嘅公開承諾，而且咧盡快啟動呢一項早就應該做嘅工作啦。咁樣，佢話請英國政府喺法律同埋相關程序上面予以配合推動。這個就是對英是不是英國是不是真心誠意洗刷殖民污點、彌補歷史罪責的一種考驗和驗證。咁成篇文章呢係冇提到呢個旗艦明訪華嘅，最後係批評就話有住血腥嘅、醜陋嘅、可恥嘅殖民歷史嘅英國，對待別人呢一直都有好強嘅道德優越感，經常站喺道義高點上面對別國嘅內部事務指手畫腳，甚至橫加干涉。我哋真係唔知道佢哋嘅道德優越感喺邊度嚟呢咁樣。咁啊，我剛才講啦，呢篇社論就發表喺呢個旗澤明訪問華嘅時候啦，咁樣而家就話咧，呢位旗澤明外長咧係會喺中國嘅時候咧會提出香港問題，提出新疆問題、人權嘅爭議咁樣，咁亦都咧就因為英國啊係五眼聯盟之一啊嘛，咁以美國為首嘅五眼聯盟啊，要其他國家包括呢個澳洲啊咁樣啦，要圍堵中國咁樣，咁所以咧中英關係正處於低谷，咁你旗澤明嚟就啱啦，我俾個下馬威你，喂你嚟啊嘛，你講咁多人權問題啊嘛，你要制裁中國啊嘛，要圍堵中國啊嘛，咁你還翻啲文物嚟先啦，咁還翻啲文物俾中國咧，就喺中國嚟講咧就當然係理直氣壯啦，亦都係一個最大嘅武器嚟啦，係咪先啊？咁啊呢個篇社論啊，或者呢個評論咧發表咗之後咧，就喺中國嘅呢個媒體啦，包括係翻牆出去媒體啦嚇，都講好多啊，即係譬如好似呢個中國新聞社啊，咁啊亦都咧就話咧唔止中國噶嚇，多國要求啊還本國嘅文物啊，大英博物館內中國文物超過23,000件咁樣啊，馬上去做呢個報導咁啊，咁然後咧就亦都有唔少嘅網友咧就話睇完喺大英博物館睇完出嚟之後咧就喊嘅，冇人會笑住離開嘅啊，即係話中國人請大英博物館返還屬於中國嘅文物咁樣。咁中國新聞網係咁講嘅。佢話大英博物館咧就有2,000件文物失蹤，引起網友嘅關注。呢一次文物失蹤嘅醜聞引起各國強烈抗議，要求大英博物館咧歸還文物。大英博物館咧官網咧就話咧館內裏邊咧有中國文物超過23,000件，囊括咗新石器時代嘅石器啊、仰韶文化嘅彩陶啊、呢個商周春秋戰國嘅青銅器啊等等等等咁樣。咁啊呢啲漂泊海外嘅文物，大多數都係當年英國人咧趁人之危啊、趁火打劫，甚至直接對中國製造災劫啊、盜取或者係搶掠翻嚟嘅咁樣。OK。咁呢啲咧就係即係中國嘅一啲一啲網民嘅一啲回應啦咁樣嚇。咁就唔止淨係中國係要求歸還文物嘅，確確實實咧呢個係一個事實嚟嘅，有唔少國家都係嘅譬如包括咩咧？唔包括咧希臘啦希臘咧其實就好多年都要求大英博物館歸還一個雕像啊，叫做帕特龍雕像噶啦嚇，咁呢個係已經好長嘅時間啦。希臘咧亦都係訪問咗佢哋嘅文化部長啊，希臘嘅論壇報就話咧即係呢個保安問題咧，強化咗我國提出最終返還嘅長期嘅正當嘅要求。咁啊，呢個尼日利亞都係就公開要求第一博物館咧歸還掠奪至貝寧王國嘅貝寧青銅器。貝寧王國的領土咧就係尼日利亞嘅一部分。咁啊，而家就環球時報社論就話，我哋喺道義上邊係支持其他曾經遭受英國劫掠嘅國家，譬如印度、尼日利亞、希臘提出文物返還嘅要求嘅。大家點睇呢樣嘢咧？咁
你認為啊，即係當年咧，呢個英國啊，佢唔止係頭先講過啦，唔止去中國啦，去其他國家都係啦，殖民人哋又好，去即係打仗入侵，譬如呢、這個即係呢個圓明園啊，火燒圓明園啊、怡和園啊等等啊，都掠奪咗好多文物走啦咁樣。咁你認為今時今日應唔應該歸還啊呢一啲文物啊俾中國咧咁樣啊？中國嘅網友咧？都有唔同嘅態度，我覺得幾有趣啊！啊，呢個網友幾有趣嘅態度嚟嘅。譬如有啲人講嚇，而家喺中國最主要嘅敵人咧，就應該日本嚇，因為佢將呢個核廢水啊倒出海，係嘛？咁啊，搞到咧就大家好擔心，會唔會啊有啲魚有輻射？咁應該對付佢啊嘛。咁點解你而家突然之間《環球時報》無端端講要歸還呢、這個即係大英博物館嘅中國文物啦、啊？你係咪想轉移視線啊？你搞乜嘢啊？咁樣嚇啊？佢係咁講嘅嚇，就係話經常有啲明星發聲明，很多粉絲喺底下咧，亦都要咧就係、是、外網亦都發。佢話呢個聲明啊係點咧？佢話別做呢啲事啦，要做咧通過相關渠道什麼去做，和英國政府説去喺微博發個呼籲，搞民水流量嚟做咩咧？佢話廢水一事。係呢一波搞抵制日本，而家再搞一波嚟抵制英國啊咁樣啊，咁亦都就話咧反感煽動民族主義嚟轉移國內嘅矛盾。佢平時你間中嚟一下就算數啦，最近咧係咪搞得太頻繁咧？係咪會被民水反噬咧？咁樣嚇，咁亦都有啲話咧呢個建議唔係幾好啊。我亦都覺得英國殖民時期搶佔嘅東西太多啦。該考慮一下歸還了，但是環球網發起呢個熱搜有咩意義呢？話俾全中國人民你嘅態度啊！中國人民知道你嘅態度有咩用呢？大英博物館又唔係你中國人去管嘅，你去英國講啊嘛！你公開去英國講一趟啊，公出去即係公費啊，好容易啫嚇、啊！為咗我哋咁多嘅文物，你去一趟啦、啊，喺國內嘅微博嗌幾聲，又安全又無恥。佢大家都知道而家經濟下行嚴重。你知道你拼老命想換回呢個民族嘅凝聚力，大家睇下知啦嚇。但民粹主義唔係好現象喎，最更重要嘅咧，你咁樣做咧係激發嗰啲人，恰恰咧就唔係你當回事嗰啲人嚇，即係真係冇意義嘅咁樣嚇。佢話經濟唔能夠恢復嘅可能嘅，你繼續搞呢一套咧，只會讓國家咧就越幫越亂嘅啫。嗱喺大陸嘅網民都挑通眼眉㗎，其實。啊！佢亦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好幾好笑噶。你又唔睇下你自己國家而家處於咩環境啊？仲有啊，你《環球時報》以為自己大英博物館上級領導啊？你有咩資格要求啊？嚇呢樣嗰樣啊？呢啲文物係你嘅咩？你要歸還啊，都要歸還俾以前嗰啲擁有者啊！所以呢一種行徑簡直係貽笑大方啦、啊！將中華兒女嘅念咧都吸丟盡了，喺自己國家裏邊兒子棄屎。慣咗啦啩咁樣嚇，國內嘅網民真係好清楚嘅，你係好清楚係轉移視線，唔係轉移福島核電廠即係呢個排核廢水嘅事嚇，呢、這個排核廢水嘅事搞到咁大，都係想轉移視線，轉移咩視線啊？轉移中國經濟好 PK 嘅視線，失業率好高嘅視線。無論是股票、這個房地產全部不掂的視線，你現在搞完一個了，是吧？搞這個即是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去衝擊這個日本了，轉不轉移到視線呢似乎都不行，中國經濟都是很大禍，然後再整一個大英博物館，你是想轉移視線，是不是真的想去還呢？其實是不是真的想去歸還呢？即是中國有很多這些對外關係都是很權宜之計的嘛，是不是、啊你同日本關係唔好啊，因為呢、這個即係美日韓同盟對付中國啊，你要砌日本，於是搞呢、這個核廢水嘅事件係嘛？以前同日本關係唔好，於是咧就借住釣魚台嘅嘢咧，就即係煽動起全國反逆嘅情緒，即係呢啲全部都係權宜之計嚟嘅。咁你無端端叫大英博物館歸還文物，係咪都係一種政治上嘅權宜之計咧？咁我覺得呢個機會非常之大。第二樣其實講咗好耐㗎啦，呢個講法有呢個亡我之心不死嘅帝國主義，同我啲保存咗啊，即係由呢、這個即係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啊，呢、這個春秋戰國嘅時代啊，一路數落嚟嘅文物，
人哋話保存得咁好，亦都俾全世界人都可以睇到，可以喺英國，我喺英國嗰啲地鐵都睇到，而家有個新嘅喺清朝嘅一啲文物啊，好似包括誒同香港有關嘅一啲條約啊等等，係喺嗰度有有展覽，保存得咁好，俾全世界可以睇到，俾中國人亦都好多人去嗰度，唔好咩？人哋同你管得咁好。有咩問題啊？咁亦都人再進一步講就話，如果擺喺大英博物館嗰23000件文物冇俾呢個亡我之心不死嘅帝國主義掠奪咗去，今天安在啊？會搞成咩模樣啊？咁有啲歷史學家就話，淨係一個文化大革命啊，或者之前咧咩破四舊啊、立四新啊等等，有止唔止23000件嘅文物燒咗唔見咗啊？止唔止啊？佢問。而家保存喺大英博物館咪好咯，係嘛？咁有啲人可能會反駁嘅，就話而家中國唔同啦嘛，冇搞文化大革命噶嘛，冇搞文化大革命咁咪應該將呢個我哋而家嚇啊，即係保存文物啊、展覽文物啊嘅能力好低啊！你估啊，故宮博物館而家搞得咁好咁樣嚇，點解要擺喺英國啊？咁嚇你冇人知道啊，幾時再嚟一個文革噶嘛？嚇幾時幾時會將呢啲嘢打個稀巴爛噶嘛？你點知啫？系咪先嚇？咁啊，如果擺喺英國，咁啊長期喺度啊。如果冇俾人偷嚇，冇呢、這個冇呢個監守自盜嘅事件出現，長期擺喺度，又做得咁好係嘛？處理得咁好，説明咁清楚，係又即係政治比較中立嘅啊，唔係淨係為呢個啊黨宣傳嘅，咁何樂而不為咧？又唔使你出錢同你保存喎、哦，你又可以去睇喎、哦、啊？係咪一定要擺喺你屋企？你覺得係咪好穩妥咧？有人咁樣分析。咁我就覺得啊，呢、這個討論都幾值得繼續傾落去㗎。大家亦都可以留個言話俾我聽，啊，你認為大英博物館應唔應該將啊呢、這個啊搶翻嚟嘅23000幾件中國文物啊交翻俾中國咧？你認為大英博物館保存中國文物會好啲啊，還是喺中國保存自己嘅中國文物會好啲咧？咁亦都有啲網友提出一個講法，我覺得有道理嘅。嗰啲文物係你嘅咩？佢文物唔係屬於你嘅噃，佢攞嘅時候，你呢個國家都未存在嚇，咁你應唔應該就用你呢個國家嘅名義攞翻喺嗰度嗰啲文物咧？咁呢個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值得討論嘅問題，係嘛？最後我想講咧，就即係有網友咁提嘅啊，我覺得有意思嘅嚇。佢話要求大英博物館大陸嘅網友嚟噶，歸還文物呢一篇戰鬥嘅核文，我只看了第一段第一個自然段就馬上聯想起啊！東北以北被掠走的國土，即是講俾當年的沙俄啊，攞走了啊！啊，列寧話要還噶，想還翻嘅。啊，中國都即係好慷慨啦。咁到而家咧已經簽咗核實個條約噶啦，啊，即係邊界嘅條約噶啦，冇得還噶啦。嚇，佢話比起呢啲文物嚟講啊，難道如此廣袤嘅土地啊，真的不值得追問嗎？啊，追問呢個土地回來啊！可以做基建、做開發、做規劃，能創造多少就業，能創造多少價值哦？有冇道理啊？梗係有道理啦，嚇咁啊！追翻啲土地翻嚟，或者唔追啲土地翻嚟，都係政治考慮嚟噶。嚇、啊、你話咩嚇？即係國土寸步寸步不讓啊，係嘛？係神聖不可侵犯啊！呢啲。即係都係權宜之計嚟嘅啫。嚇，今天啊，你同佢關係好，咪咩可以俾殺人咯？你今天同人哋關係唔好，咩都要攞翻翻嚟咯。咁嚇，咁呢個網友提得好，頭腦好清醒啊！你無端端無啦啦追咩文物啫？你追翻嗰個嚇啊北方嘅領土啦，當年啊呢、這個都係不平等條約嚟㗎。呢、這個滿清割咗俾呢個沙俄係咪？都係不平等條約，點解你而家你 A 都唔能咁 A 一句啫？啊！呢個又係大陸網友提嘅，人哋嘅頭腦好清醒嘅咁。你話俾我聽啊，喺大英博物館嘅呢啲文物，中國文物嚇，應該亦或者唔應該還翻俾中國咧咁樣嚇？留個言啊，繼續即係 like 啦、share 啦、睇埋啲廣告啦，或者係俾個 comment 喺我嘅呢個留言嗰度嘅，好嘛？咁啊，撳埋個鐘仔，有新嘅片咧就可以繼續話俾大家知。第一時間咧，你可以睇嘅。咁啊，呢一節咧暫時講到呢度，繼續支持我 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直口快嘅 channel。多謝你收睇，再見。
howling at the moonlight on a hot summer's night. Singing the blues while the lady cats cry. Wow, stray cat, you're a real life guy. I wish I could be so carefree and wild, but I got cat class and I got cat style. Black and orange stray cat sitting on a fence. Ain't got enough dough to pay the rent. I'm flat broke, but I don't care. I strut right by with my tail in the air. Stray cat strut, I'm the latest cat. I'm a feeling Casanova, a man that's mad. Get shoes thrown at me by a mean old man. Get my dinner from a garbage can. I don't bother chasing mice around. I sneak through the alley looking for a fight. Thank you, howling at the moonlight. Thank you on a hot summer's night. Singing the blues while lady cats cry. Wow, stray cat, you're a real life guy. I wish I could be so carefree and wild, but I got cat class and I got cat style.